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这个看今天的国战录像啊，第一局，主视角玩家 ID 叫秉烛晚秋夜26区的玩家，感谢他录像。这里选将的话，三个将李典肯定要抓的，可以选李典荀彧，也可以选李典许褚啊。李典许褚可以这个先看牌，然后再裸衣，也是很爽的。看看这局选择了什么？好，李典许褚，许褚的皮肤呢？不知道是不显示还是他这里没有。许褚这皮肤，好多皮肤都是萌萌哒，可爱的小胖贼。然后这边万箭齐发，这里你想亮就亮呗，这个随意看你心情。好，他决定选择亮，手亮要开启这个大魏之战，看看能不能开得起来啊？这个就不一定了。啊，这边不卖的。都不卖，没有队友。当然这个放万箭的是不是队友就不小弟了。啊，开了个桃园，这是啥意思呢？是给对面三血不败的回血呢，还是给李典回血啊？有一点给李典回血的嫌疑啊，也不打，要不然他又打李典了。李典又不是什么可怕性这个卖血的。好，这边有决斗啊，有许褚嘛，肯定要拿决斗，对不对？然后拿进攻牌，拿杀，拿决斗，对吧？破。好，这里你看正好破摸的决斗，然后后面那张杀拿过来。由于对面六七号位暴露是三血不卖了，所以他决定干起来。啊，决定先干七号。好的，冤冤相报，何时能了？啊，这个两个决斗，配合上许褚简直太凶残了，这个人直接要被带飞了。啊，你是不是华佗？华佗可破。其实华佗就挺破这个旺系的啊。因为旺系一时爽，这个啊，但是这个好像是华佗他兄弟啊，老天不助我袁家，这个直接带走了。他准备大干一场呢，结果被李典大干了一场，在火攻下家，好吧，他是准备，因为他打不到这六号，是准备把这个下家三血的打死啊，直接九杀啊，这裸衣九杀啊，直接爆三血，爆脆啊，非常爽。如果有刀，他就可能会杀六号，刀太短。直接又爆掉一个徐盛，有人说救一下，没有人救，不还不可以倒下，这也算一个小型 boss 吧，小型防御型 boss， 被动脱衣服的。好，果然他把六号位还是给乐住了，这边直接带走两个人啊，也是非常的 happy， 瞬间两决斗一九杀啊，这个伤害已经爆表了。啊，这边看看有没有人动，由于就是魏国是这样啊，就是。如果人多的时候，大家拥而上就干了。这个人越少，一下被打死了。这个，慑于淫威，是不是都不敢动了？因为人少嘛，有可能你动就是枪打出头鸟。你死就死呗，你赶紧走吧。有吴国，你自然能赢；没有，你就该干啥干啥哈。这边有人要做出头鸟，顺人乐，把他们给乐住。这乐倒是挺麻烦的。好，这边挂个刀。至少两个了，你说一号倒是有可能是，其他人倒没表现出来是。啊，这边开始杀，啊，真的杀出来一个魏国，下次注意点。司马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帮咱们解了乐，有可能可以二打六，是不是？这个人应该不是魏吧？应该不是魏，因为之前司马开的，如果他是魏，他往那边杀，往五六号杀去。好，这边张合，吼一手，铁索连环。好，放他吧，那这边卖血吧，有司马还有张合，对吧？尽量卖出红桃来。他这个连的行吧，因为只有一个三血，剩下都是四血，他并不想连有狮子的。哎，大王看我的，祝融这时候出来了，这时候两个位了，他们就忍不了了。船里面有狮子，但咱们这边有青钢剑，对吧？青钢剑可破狮子，而且还有一张铁锁，这个就阴霸了，又要爆炸输出了啊，又有一口酒，酒必定要拿。因为咱们这边有铁锁连环，又是这个啊，铁锁三点伤害，就是这个李典配合徐褚这个裸衣就非常爽了，非常的过瘾，非常的有目标性。雷杀，这里可破青钢剑，这里他判断这个人没闪的距离大，因为这人牌少，所以他决定杀这个人，他没选择杀祝融和四号。好，这一下输出。六号位又直接被带走啊，祝融有没有可能被带走？
那爆炸输出一回合带走俩啊，好，全交给大王了，好，又带走一个，一回合带走俩，下回合再带走你们俩，是不是？游戏结束，你们两个服不服啊？这手牌好像又有点爆炸啊，这怎么留呢？该好，既然人数这么少了，就留桃子保命啊，可能安全一些，就不再想着输出了。好，他这边想输出，直接拼暗将，表示暗将给我个小脸，咱们配合一下，做最后一搏吧。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，那边一司马，这边还有个八卦阵，还三个桃，一个四血武将想翻这个将面就已经很难了。关羽张飞我觉得也难，马腾庞德，那你先开大呀，你不开大吗？对吧，肯定是先开大嘛，万一对面有无懈，你也可以反无懈，对吧？你摸到无懈，好，然后一切乐都是徒劳。魏国杀了这么多人，能没有桃子吗？香香，你还在这着急什么？杀不死的，不要喊了，喊破喉咙，也没有人会放过你。还偷我，这寂寞啊！你不要偷队友啊！你知道队友有什么牌啊？万一人许褚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拿吴中，要不要裸衣呢？试一试，赌赌运气。好，不裸衣了，没必要，确实没必要。因为这边就随便摸一张沙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裸衣了。何须马革裹尸？大丈夫须当马革裹尸还。然后庞德，你可以投降了。好，香香看见他的。看见推他的老汉走了，他也安然的离去。好，明天也不闪了，这都无所谓了，已经并不重要了，只需要举起一面白旗。还要出牌，还要做最后的肉搏吗？这局这局魏国这个二打六啊，司马起到了一个解乐的作用，然后这边疑点每回合都是爆炸输出啊。再看第二局吧，主视角玩家 ID 叫神器西风26区的玩家，感谢他录像。这里这将面就比较豪华了，魏国三人组对吧，任你挑选，就随意搭配啊，都是看起来很不错的组合。当然从进攻性加上这个在防御性加一个离点可能会好一点，这边群雄也不是不能选，毕竟有我大宇宙蝉，是不是？好，最终选择了双脉血。可能这个更喜欢卖一卖更健康，是不是？也是没有问题，国家曹丕这个OK 的。好，这边直接挂一藤甲把远处给勒住，然后扔个南蛮啊，不想喂啊，挂藤甲加扔南蛮两个条件可以锁定你，大概率不是喂，但是他都乐对面，估计也就是闲了蛋疼，反正欺负对面打不到他，放南蛮。这边南蛮看看能不能打出什么人来吧，并没有。好，小小把戏出来了，这里有两个抉择，你要不就搞一下祝融，你要想搞不怕他搞你，你就搞他。好，外面有毒菜，你要是不想搞他你就过，或者你乐一下其他人，然后让这个祝融放南蛮帮你打工，然后祝融肯定去干其他人，比如说你可以乐一号对吧，让祝融去搞他也是可以的选择。他这里就选择了直接打得比较明朗，就暴露自己身份，然后让这个二张捡了个漏啊，捡了个便宜。不知道这个吕布是为了什么，吕布要做人头狗，首先蜀国这么弱，其次就有可能是凤雏对吧，你也做不成人头狗啊，这种选手明显不会玩啊，强行要做人头狗。是我可能不会去乐祝融，就不搞祝融，我可能会去搞一下别人，然后让祝融去搞别人，那放出南蛮来反正对魏国也不伤害嘛。然后这位少年的判定判了个红桃，运气还不错，无乐金花，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。好，这边挂刀随便扔了一张牌啊，也不能说完全的跳舞，因为没有特别明显的扔装备。
一般五六号都没有特别明显的扔装备啊，啊，因为看八号一个搓管的非要看，哎，很多人就喜欢看搓管的杀逃跑的，对尸体特别的感兴趣啊，我就不理解啊。前几天看那个新闻也是，有个哥们儿这个天天去那个停尸房找尸体去寻乐子去啊，然后被监控拍下来了，然后有个家属报案了啊，我也是服了，重口味啊。回头你再把人家尸体给整活了，人家家属是不是得给你个神医的称号啊？好，江东小霸王，这个二张显不知道在打什么，反正这个人他看过，倒不是无。那这边三血的你也去火攻，你不怕火了队友吗？反正一顿胡搞乱搞，瞎胡搞，就不管了。反正这个咱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搞一个192号192啊。192这个是跳无了嘛？是不是？你杀那个离线的干嘛？当然也不一定啊，他有可能就对离线的感兴趣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边直接把这个尸体他选择了收过来，行吧？想收就收，收了可以光明正大的干一号，是不是？有点像无啊，也有可能他想把二张的提款机杀了，来冰住。当然那边八号是刚开始回合开始有技能啊。还打问号，装作一副浑然不知的样子。好，这个祝融由于吕布杀他，你看，由于吕布，你看吕布这有杀的不出，打无懈，就杀想杀人。你这刚才杀了这个祝融，祝融对你心怀不满，对不对？肯定不高兴啊，干你啊，就要干你啊，何苦呢？好，他是独菜啊，这样自己是独菜。我以前就说过啊，你越是独菜，你越怂，别人越不敢杀你。你越选独菜越嚣张，有的是人敢杀你。怕什么怕？好，这里把曹丕一刀借了过来，啊，我刚想标他非吴，非魏，然后他自己就出来了，好，啊，自己出来就出来吧，五朵金花，一号位，你就活不久长了。好，马老板也是这个威武啊，他决斗不过，拿着一堆手牌没有杀，硬撑着去决斗啊。然后一号位实在忍不了了，好，这边也有人去杀。二张要给这位兄弟出头吗？好，果然是出头，但是杀不死。马腾那边是明杀。一号位啊，他不过他被冰了，好像亮不亮就那么回事了，等死吧，等死的节奏，铁锁连环。但是六号位是啥，现在还不确定。所以他就直接重铸了，先看一看端倪，直接把这个切了，这货就必死无疑啊！有本事你是僵尸啊，你是僵尸算你屌，既生瑜何生亮，没有什么卵用。远交一下，当然你也可以扔一个九远交续报，这都无所谓的事情。好，直接扔牌，把这冰凉扔给了二张，反正二张有可能会去冰群雄。不过他不扔也没辙，冰祝融那就不好了。冰祝融，祝融反手又该打你了，又不打群了，何必呢？好，群雄瞬间又恢复起来了，你敢信？那这个暗将的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估计他暂时也不敢动。好，这里注意啊，大家，这里他扔有二张，他扔掉一个连弩，在我看来他就不是五啊。不过他刚才也杀过这一号啊，这个动作也证明他不是五了。如果他是五，他肯定把连弩藏在手里，你不会单张扔出来。因为你和二张是联动的，你万一逮住个机会，二张一大堆牌，你就可以偷偷把连弩扔两张扔出来，给二张，对吧？所以这人肯定不是五。如果我是二张，我一定去打这个暗将，加上这个暗将杀过一号。好，这边咱们这摸到一张神牌，有个知己知彼，那这边看了这个未果。啊，心里踏实了不少，但是怎么才能想办法不把战火燃到魏国的这里呢？这也是个技术活啊。好，这里记住，这个祝融肯定是对吕布一直有仇恨，再加上咱们是个卖血的，是有威慑的。好，祝融这边继续砍独菜，铁了心要跟独菜鱼死网破。好，顺冰凉，这无懈是谁的呀？二张的吧？还是暗将的，感觉像二张的。再顺火攻，滋个痛。这个祝融这小身板肯定顶不住啊！一会儿咱们可以，啊，一会儿咱们可以尝试救一救祝融。
给这个他们一些暗示，暗示这个暗将是群雄，这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好，这边再勒住，来看暗将。好，典韦开始去杀群雄。典韦这里我觉得不要杀群雄，不过他可能跟曹丕没有想到一处去。你这里杀了群雄，这个曹丕就没法给你做身份了。你说给你做个啥身份好？好，曹丕开始装了火攻，再杀一刀，要装就装个像，你不杀就不像了，必须要杀。好，这边杀一刀，就是我觉得暗将不应该去杀群雄，你这会儿要装群雄，因为你杀了群雄啊，这群雄很可能就去杀你。如果会玩的话，群雄如果杀你，二张会玩二张也杀你，你就藏不住了。当然这些人可仿佛不太会判断身份的样子。那这边他强行救一下祝融，强行救一下祝融，那在别人眼里会怎么想？别人会想暗娘是什么？别人会想暗娘是吴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他强行救祝融，然后这边强行干暗娘，他们就铁了心要杀祝融了。好，二张也决定要救。二张难道认为这边在装身份吗？刘浩威，反正刚才曹丕确实实打实的去打了暗将啊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好，借刀刀不给，再杀。这边肯定不会背戈啊，他们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下装身份啊，他们怎么都不会先来打魏的。你是个魏，他不会打你的，他们肯定先打这些没有防御力的。好，二张这个开始拼命，开始跟群雄拼命，太好了。好，这边可以吃菜了，我觉得直接吃菜啊，因为这是个九火杀，直接吃了菜。然后那边马腾也残了，那边咱们看看暗娘是典韦打他们没有问题啊，看他愿意断曹丕还是断郭嘉，他没看到主将，他选择断曹丕，那剩个郭嘉咱们也不亏对吧。远交进攻，但是这里二张要捡一大堆牌了，把这些牌用一用。不过能给他扔个桃园，这九只要扔个闪闪闪闪吧，桃园九和桃就不给他了，因为他肯定要给咱们固阵回来一张基本牌。这边马腾呢，打咱们就打咱们吧，反正咱们有郭嘉也不怕。然后六号位点位出来收割一波，就游戏结束了啊。五风灯，好，这边怒打无限，根本不给你，你不是要哭瞎了啊？其实二张现在就已经心里你要明白了。曹丕为什么敢吃菜？如果那个暗将是个吴，他敢吃菜吗？哎，这个典韦比较菜啊，不亮啊。不过亮不亮也行行吧。你不亮，二张铁了心弄死马腾；你亮，你自己打死马腾也是可以的。那二张决定打死马腾，打死马腾他已经傻眼了，这笔开始看啊。这个物件我看到后面给我笑坏了，一会儿二张特别逗啊。好，这边大量桃子疯狂的卖血啊。疯狂的卖，好，都给出去，防止万一被乐了就不好了。他说中计了，哎，这我看录像的时候，这二张特逗了，两个狗贼演的好啊，是不是他们演的好？是你自己不会逻辑上的分析。如果你会逻辑上分析，你一定知道六号不是五，你早就可以干他了，啊，你并不会逻辑上的分析。曹贼，当我看到这个曹贼，我真是笑喷了。这六号位就明显就不是五，就各种信息，包括他打一号，还有打三血不卖，还有这个之前扔连弩的动作，各种动作综合起来。其实国战也是一个像推理一样，就是你要综合条件，各种条件综合起来判断一个人身份，就可以大概率推断出一个身份。曹贼，曹贼势大，我军快撤。你汝等小辈还挣扎什么？火都烧到眉毛上了。不投啊，要戏耍他们一下。好，典韦表示我不急，你不急二张该急了，你不急二张该急了。杀一刀强袭带走了，偷一下，杀一刀强袭带走。好，他一看啊，你要打死我了，我不让你打死，我赶紧跑，我输了游戏，但我要赢了手速，是不是？
所以说多点自己的逻辑推理，就会少一点被别人的套路啊。再看第三局，主持人玩家 ID 叫天度风笑，一区玩家感叹录像，这里就魏国组合或者是吴国组合都行吧，各种搭配，二张大桥啊，或者什么二张陆逊啊，陆逊大桥。好，选择大家都喜欢的二张大桥组合。当然是可能观众大部分喜欢，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组合的，我不爱玩这组合，觉得这组合很无聊。好，这边二哥直接亮将，二哥是有连弩了吗？这么冲动。好，一般冲动的二哥都有连弩啊。这个二号位脸上写着四个字，故事从头，但是我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，咱们只能从头再来了，大不了是从头再来。二哥没后音了，这不知道是手里全黑了还是这个什么情况啊。好，这位少年活了下来，不反击吗？好，他并没有反击。你是蜀国吗？不敢杀二哥。你要是别的你就杀他呗，反正你要死了，你不杀还得被别人当成蜀。你要是想报复蜀国很简单，你就杀一刀蜀国，如果是真蜀国别人一定会来打你，对吧？他就暴露了，你就把蜀国拖下水，你这样不杀就很可能被别人其他人当成蜀国，你就死于乱军中更惨。好，这边一个 说着说着这边一个魏国看了一下六号位，然后就把二哥冰住了，很可能六号位是蜀或者魏，就比如他看见队友了，或者说看见一个蜀国，反正这边有魏国还开 OE 基本上不是无吧。好，说贾诩和太后死于非命，你好歹杀一刀二哥，你不敢乱舞对吧？乱舞他杀你死了，你不敢乱舞，你好歹那什么杀他一刀啊，结果竟然是个吴国，我也是醉了。好吧，吴国开 OE 然后把队友给翻了，你说亏不亏？把队友二张给翻了，这没有，这有什么正收益啊？没有什么正收益，他就要强行搞，就反正强行搞魏国，他可能他也是判断出这个离点这个位置不是蜀就是这个魏，他所以出来搞一波，搞就搞吧。但这个南蛮放的确实差，你直接杀嘛，你放南蛮你就很坑别人的啊。除了吟诗作画，主公不给力啊。好，这边直接这两个魏国 boss 就被扼杀在萌芽上了，黄老英雄给力啊。当然你这么再给力也是有可能打工的，比如你这么给力完了，人刷刷刷亮出四个蜀国，你就可以举白旗了。但是杀的这两个位确实很给力，这两个位确实很恶心啊，李眼张和好皮虚晃。好，二哥撸个刀把连弩换了，好，出来一个安民止战的啊，表示不让盖哥拿刀，又放啊，人少你愿意放就放吧，反正也没人了，你想放就放吧，之后老放。咱们看看摸什么牌吧，二张大桥如果能摸多摸点方片，把这边都勒住跟他配合起来，如果没有就可以稍微再忍一轮，他并不想忍，他决定两个勒把这边暗将都勒住，开始撸牌。好的， OK 也没有问题，开起团来。一会儿太史慈要配合这个二张大桥进行定点狙杀吧，因为你是二打三，所以赶紧让对面减少人数，这时候不亮的都不是无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不亮就都不是无，所以一会儿太史慈可以这个杀大桥和这七号啊，直接把七号就带飞啊，定点狙杀让他们人数赶紧减少。好，这边他疯狂的捡牌，其实也没捡到啥好玩意儿，这就垃圾啊，但捡这些牌可以用作琉璃之用。好，这黄盖激动了啊，看见大桥一下激动了，要扑上去啊。北海仇恩，神庭酣战，来吧。好，这就厉害了，这手打得好，不要就你不要分散集火目标，分散集火目标很可能最终谁都打不死，就尴尬了，这时候就让他们人数减少。所以这杀大桥非常不错选，因为大桥捡的就垃圾杀没什么卵用，就是让他流离出去，把这人直接弄死。好，再杀，这边这人死定了，因为这边就算他们救咱们这边还有九杀，所以就是以减少人头为目的，你救啊不救。好，吕布貂蝉直接弄死，非常好，你看，要不然非常克制，出来离间一发，这时候打得非常漂亮啊，就是可能很多人就习惯性的去
不知道啥时候然后去杀对面，那样就是你分散集火目标了，因为这时候人数比较少嘛。好，这里放大蛮、没有藤甲，接下来一会儿再用配合这个泰尔斯和大乔再狙杀另一个人啊。他没有选择放，他想等一会儿压了血线再放，哎，行吧。啊，但这边有个无懈有点尴尬啊，还有黄月英，我去，那这回合有点凶险啊，这回合真的有点凶险，希望能活下去，把我给乐住。一会儿这个泰尔泽大乔配合，可能大家有的时候经常打着打着就忘了，忘的人非常多啊。啊，这火攻好危险啊，差点火攻死了啊，差一点，二哥竟然没有红桃。差一点，这两个蜀国还是挺厉害的，讲道理。好，这边也是运气不错，摸到一个神乐，神顺手啊。当然他有盖格，他这个找牌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找到过山顺手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。你看这个，刚才没牌一顿苦肉又来了一堆牌，他觉得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进攻牌吗？好，原来都是这些牌的，直接扔出来，让二张开始刷起来。这样的话，他们的牌就可以循环往复了，凶残了。凶残了，冰柱乐柱刷牌，九杀小胖贼最好能杀中，杀中的话然后再给他乐住，全乐住，英雄壮志红颜无厌，红颜无厌，这个一下回合太子这个有丈八蛇矛可以搞一波了啊。然后带走这个黄月英就 OK 了啊，他觉得他最后是张桃给他拼掉 OK。 好，这边开始琉璃，这你就顶不住了啊，双刀你能顶得住吗？当然他这个刚才那个奖费神连营，我去，这连营了一个闪一个桃，我靠，这奖费也是非常厉害，大战神威啊，这里必须得杀了黄月英啊，所以强行开五五，因为有无懈嘛，拿杀吧，决斗有可能决斗不过，直接拿杀，必须把这个谁杀了啊？必须把黄月英杀了，这回合不能让他再动了。好，杀掉，然后再把二哥勒住，咱们再慢慢调戏二哥。清心一笑，愿君驻足。清心一笑，愿君驻足。然后二哥表示我要天过，我有连弩，我要翻盘。能吗？这连弩好像没了。哎，你要天度，给你个天度的机会，你能跳起地球吗？好，这个杀的加琉璃真是爽啊，二哥也是爽快啊，一看啊，你连杀带琉璃是受不了啊，这双杀加琉璃定点输出真的是输出爆表啊，对吧？再看今天的最后一局，主视角玩家 ID 叫狂迷恒，这位玩家好像最近总上镜啊，三七八区的玩家感觉他录像，这他的一些录像可能还不错啊，这也都可以啊。蒋飞黄桶是一个挺不错的组合，非常厉害，有生命力。孔融马腾就是指望开团的，不开团就废了，开团就很厉害。所以这个是不是心向大群呢？此时是验明心计的时候到了。好，然而主视角并不心向大群，表示大群滚粗。好，奖费庞统 OK 没问题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，冰贵神速啊。好，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，两个无中，但是也没有好装备，只有一匹加一马绝影，绝尘而去，少女的洗脚水顺了一下下家，但是大哥，你连顺两下，一会儿人家会不开心了。连顺人家两下，然后还放万箭，就不像无啊。对着三血的一顿顺，单放个万箭，这还看不出来啥。但你非要去搞人家，这就不合适。说不定你一会儿还要直接杀人呢。看你杀不死人家，可能会亮。啊，果然他去杀了，这货是个胃吧？我刚说他自己出来了，表示吃我一级啊，直接死了。有没有人飞位去救他？有人可能就是啊，看不惯位就出以援手，但没出以援手。啊，这边两个女人，两个女人死在了襁褓之中。
这边戴顺，金城武不满，敢杀我的女人，哥马上就出来教育。顺不到，哎，卧龙这边有八卦阵，估计他也就不带杀了，没八卦阵可能砍一刀。这边大鼠是肯定不可能开起团的，黄月英都死了，只多三个鼠，所以接下来就等待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去筹备吧，先扔个闪过了，看有没有人带个节奏一起筹备，然后咱们再一拥而上。这边之后我们挂个闪电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假装司马张角吗？还是什么奇奇怪怪的？感觉假装司马张角吧。好，辽沈也出来了，表示开团。啊，表示你是张角，你偷你哈，行吧？啊，他说我猜你主将一定是武圣，那还用猜吗？那是猜吗？那有什么好猜的？猜你主将一定是武圣，这种猜算什么本事啊？好，开始骂张辽，张这杀出国家，你看是魏吧？国家司马吧？他说我怕这种智障坑到我，一举将霸，他定会退兵，强行要拿。开始骂，也有144坑卡。辽沈其实应该偷，确实应该偷这个一号啊，一号你不进行重点打击一下吗？对吧？那一号开始说风凉话了，看到他们魏国互相杀，开始说风凉话了，这一看就不是魏，你们亮啊，你们不亮，对不对？就开始还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砍一下很正常，那咋不砍你？三血不卖，你快开始说风凉话，没砍你吧？希望他现在开始用语言挑拨魏国，希望国家和张辽撕逼啊，希望他们内讧。那他到底是啥就不知道，反正不是魏，也不动，也不出手，落水之波也不太像鼠啊，不根本不想出手的。你们不出手，我感觉要被这个。魏国压制了，就被魏国一点一点蚕食掉了，还得打魏的啊！这几个魏国还是挺恐怖的。你看司马吧，哎，这几个魏国还挺恐怖的嘛。这个滚动条怎么不往下走啊？司马真姬一顿洛神十二张牌，看着搞吧，看你喜欢搞谁。少女的洗脚水，好，决定搞卧龙，行吧，我去。觉得你搞三血的好搞一点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就喜欢打明亮嘛，打呗。现在不亮的都不是位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是位不亮智障嘛，对不对？这他应该有防二张的意识，这个换个加一码啥的。你要是想要八卦不想人亡，那加一码可以顶掉，对吧？啊，这鱼由于已经是大位了，所以说要搞一波。好，由于这个。那个中间那个人一直逼逼也不干活，就把你撵起来，你想看戏是吧？没门儿，门都没有。好，这边由于有这个司马郭嘉，他也没再去兵郭嘉，觉得兵下郭嘉有可能更亏，有可能是摸三掌，都不带兵了。行吧，这边杀一刀，但乐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乐一发刚才，因为就算司马有，你就让他改去呗，废牌是废牌嘛。有没有闪电判定啊？劈啊！好，卧龙给打无懈，不让劈，禁止劈。但连上了以后，他说明卫不打，你咋不打啊？你刚才气了什么冰凉啥的？你让人打，你咋不打？我看戏啊！我这边开 OE， 开 OE 不怕各种反噬。关羽在此。好，又要给卫打工了，这货。本来就魏国就你不干活，你指望这两个蜀国去打这几个魏吗？这能打得了吗？根本打不了。这个少年也不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反正侍卫也野了，我这可能也没什么太强悍的技能。这边直接砍，单身狗，你单身狗也得出来打魏啊，不打魏能得了啊？好，这边这局其实前面。都属于铺垫啊，这个后面精彩的部分在后面啊，拿来吧，好，这个你看蒋费又开始磕张辽了，根本不怕，拿来吧，根本不虚，一举将霸，这根本不虚啊，你偷啊，
连营 bug 技能，兵啊哥，牌都不出来，也不重铸，也不兵，在想什么呢？张辽，脑子走神了吗？好，万箭齐发。这边你就不亮啊，死活不亮啊，可能是什么吴国嘲讽将，那反正死活不亮。守城这个技能不熟悉，他应该是没有套，有套他可以先吃再放，我被反馈了。好，他对司马国家要死了表示很不理解，然而你不可能死不了，你想多了，还不是吧？你要是被人反馈有套，你可傻了。来刚他。搞辽身不刚，这边这闪电也是转到现在也没炸啊，一直在这个大家头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转。司马国家呢，刚才他们都在铁锁上，然后不过铁锁破了，我司马国家其实可以批暗将啊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放单班。你看这个守城完克过拆啊，拆都不拆的，这个连营太 bug 了，疯狂的连营，你还不服小样？这个无懈啊，无懈的阴霸哈，这边甄姬是有桃子的，救一发，反馈吗？不反馈，好，不做反馈锁定技，不做反馈锁定技。杀，直接把暗将切了啊！没带走暗将，看看是什么，是不是鼠？不是鼠，是不是个菜刀群雄啊？哎，没办法，反正他也已经尽力了，他也已经尽力了。哎呦，来看看谁厉害，看谁能决斗过谁。好，并没有决斗过，不过没事，咱们有庞统，反正死不了。有庞统，你还不你这边谁也带不走，我要是甄姬，我就直接吃我一级带走一号。哎，你这边。打这两个人谁也带不走，你不如直接在一号，万一带走了吃我一局，我也是醉了。不吃我一局，一局大胜，天之力也好，竟然火攻中了，你敢信啊？能烧死吗？啊，并不能，想多了。人家的郭家都是宇宙家，要被劈了。不过他应该也不会去劈庞统蛋疼的，劈庞统帮庞统涅槃吧，肯定不会。这里。拆了闪电吗？好，把闪电拆了，还是希望一号位动的，给你个机会。虽然你一直逼逼，安民止战，复兴汉室，这还能翻吗？感觉局面非常不可控，但是还是要坚持的打下去。好，这边再杀，再连赢。辽神，你要偷吗？你偷不偷？他应该是会偷吧，感觉。因为他要偷那个暗将。好，直接杀暗将，暗将你要死了。大乔吗？好像是大乔样子，但是流离不了。好，这回还有个酒没被辽神偷到，苟活了下来。好，你这回总该亮了吧？还不亮啊？不亮你死了。好，大乔鲁肃非常嘲讽。这时候看看你能不能把甄姬弄死吧，你不弄死甄姬，甄姬就要被你弄死了。好，直接掏出灌石斧，血的魏国没桃了，直接灌出去，能不能带走？司马国家有没有桃？司马国家让他两颗两个桃，不给甄姬留桃啊，然后让甄姬被带走了。感觉司马国家他可以留一个桃的，然后甄姬国家被带走了。好，这边甄姬国家开始骂你，你他妈是个什么人才，这个那个的。然后这时候，这时候看鲁肃，好，鲁肃把蜀国、魏国这两个乐住，然后没乐其他人。这时候是到一个抉择的时候了，一会儿看看摸什么牌吧。到一个抉择的时候，摸什么牌啊？好，这时候主视角非常的有魄力啊。他决定啊，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决定要怎么样，决定要把这个鲁肃卧龙都烧死，然后把夏侯惇烧到一血，决定要跟司马国家单挑，这个非常的有魄力啊。这是一手抉择啊，就当时你有没有这个抉择，你敢不敢跟司马国家单挑，你觉得蒋费能不能打得过司马国家？很多人其实可能觉得啊很难打啊，其实蒋费打司马国家还是蒋费优的，虽然说不是绝对能赢，因为司马国家有时候赢一手闪电啥的，但是绝对是蒋费优的，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强行带走这个鲁肃，你这个搅屎棍是不是也不会干啥好事，反而更恶心，因为这卧龙必死了，所以这手他也打得很好。这边他们都不敢杀的啊，乃天命之子，
他们不敢杀了，因为他们杀了庞统更直接爆发，就更把张辽带走了。你不杀也许他爆发不了，你不杀他也许爆发不了，他带不走张辽，他们苟延残喘一会儿。他们在讨论到底蒋费打过司马国家谁优，其实这就是主视角自信，我可以打得过司马国家，就强行这一手火攻，然后这边看看能不能带走张辽。好，成功的带走了张辽。接下来就是这个蒋费和司马国家单挑了，很简单，就找韩明店过牌，你过牌比他多，当然这个手牌，当然这个手牌非常烂，就随便打一打，反正还有一条命，这条命看能不能压制住他。当然就是说你如果不着急，你就第一条命你就可以选择慢慢打的方式，就是也是可以的。其实刚才可以不着急，就慢慢打，两条命那样稳一点，就是万一出什么纰漏至少可以稳一点，你要是打得太急了，直接第一条命就没了，对吧？这里反正是肯定不会进攻的，就找寒冰。好，寒冰剑找到了，找到寒冰以后就开始养，然后找这个乐不思蜀啊，或者过山顺手一些控手牌的。先不要着急，前期就寒冰他，这无懈保住寒冰剑，对吧？他决斗也没有无懈，就保住寒冰剑。好，找到一个藤甲可以挂起来，这个保护自己安危啊，兵都不兵他的啊。通过过牌啊，也不无懈，就保无懈，就强行保无懈啊。这里无中他无懈了啊，行吧，其实也可以不无懈的，当然这里过牌量就完爆啊，因为你想啊，每回过四牌还不止呢，还有庞统呢，就过牌量完爆啊。赢一手自信可以打过司马国家，这里他有点贪了啊，这里他有点贪，想用连弩去干司马国家，然后被人挂起个朱雀羽扇给偷袭了，所以又得慢慢养了，就是而且有点危险，就慢慢养吧。刚才不应该留连弩，感觉连弩因为打司马国家不是那么好使，找机会吧，慢慢打。或者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可以数着桃子，一共八个桃子，就是你看比如说现在到新牌堆了，你通过寒冰掉下桃子，你可以数桃子，就桃子没了的话，然后你再打它卖不出桃子了也行，很多种打法。现在由于溢血了肯定不会进攻了，就先归着，对吧？就继续找桃子了，等会儿终于找到桃子了，这货又起距离了，终于找到桃子，就是相当于就是再来一遍呗，就像孙权有的时候打一些不动白，这个司马国家说什么太磨叽了，这个浪费时间，这不是浪费时间，这是他打法。那你说一个孙权打，比如说孙权打司马国家，难道人家不慢慢打跟你刚正面吗？这是打法，这不是说浪费时间的。当然如果能跟你刚正面赢，人肯定给你刚正面，但这里有乐了，就反正继续续报找机会了，对吧？好，他决定进攻了。这个他没有拿红桃，他有红桃把寒冰剑给拿了。好，决定进攻了，觉得有个乐，就把怪石斧升过来了。那行吧，怪石斧也是好东西。九直接九杀，看看能不能带走。好的，带走了。就反正不要着急，总之你不要急。当然司马这个也不是说蒋费打司马国家就是100%赢的，就是说是优势，但是不是100%的，司马国家也是可以赢的。司马国家就尽量留一些进攻牌，然后找闪电赢一手闪电，对吧？这个非常的自信啊，你看刚才鲁肃还觉得打不过司马国家呢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做到这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